咁第一首咧送俾大家就系好耐好耐之前嘅作品啦，我谂系我写歌嘅生涯以嚟系第二首嘅作品嚟嘅，咁就自由行送俾大家。自由行。
好啦，跟住之後落嚟嗰首咧，其實都曾經發布過一首合唱版本嘅，咁但係因為同我合唱嗰陣而家太紅啦，坤哥，咁所以咧係好難再有機會咧會係同佢唱到呢個合唱版。但係咧，其實我時常咧都會自己，因為上年都做過好多 tour 啦，周圍咁，所以經常性都會係將呢首歌帶喺身邊嘅，同埋我都覺得係好適合周圍去嘅時候唱嘅，叫《流浪記》，咁希望大家中意。在睡到入口一瞬间，这将来没有你，回忆渐渐作反，想你时道别后没有空闲，片段停在书店里，电影院之中伴你流连往返，自由回赠你，庆幸你活在同一大气，零距离，没距离，没界限，生老死，我独孤画着童年日记，记下我旧日曾拥着你，他年想不相识，或我竟已被忘记，却乐意凭着记忆爱你。餐桌上预备着烛光晚餐，一位坐下吃喝，而方未不太惨，灯罩下寂寞就自我倾谈，说着甜蜜的过去，亦开心一番，度过沉闷晚间，最后我用自由回赠你，庆幸你活在同一大气，零距离，没距离，没界限，生老死，我独孤画着童年日记，记下我旧日曾拥着你，他年想不相识，或我竟已被忘记，却乐意凭着记忆爱你。往日我自制心酸记载，空虚度日，这样更加不可爱。要是我平静放开，何须死去换来，回味往事更精彩。我习惯有突然怀念你，你估我活在回忆里没距离，亲爱的就挂在我心扉，往后我自在如流浪记，带着你独自由世界千里，一人一身一影，亦够写张旅游记，带着李坤独处的。我送给大家独唱版的《流浪记》。
好啦，咁咧，其实我都唔系第一次嚟 Geek Studio 噶啦。其实之前咧，我都嚟过录一首歌嘅。咁以下呢首歌咧，其实就喺呢度录。咁我记得当阵时啦，即系呢个嘅 Geek Studio 嘅主人 Lawrence 啦，就觉得好恐怖，即系点解我第一首录嘅歌就要录首咁邪嘅歌？咁我记得系呢首歌系农历七月出嘅。咁、那个 MV 我系着晒红裙啦，扮红衣女鬼啦。咁当阵时我都同佢有讲话，即系我会录一首咁样嘅歌，叫做《人间鬼肉》。咁都问佢介唔介意，因为其实你都大家都知，即系啲 studio 啊，啲录影厂系成日都经常性发生啲即系好邪嘢噶嘛。咁就大家就即系我谂大家都唔系好惊嗰阵时，系啊，就觉得因为其实首歌我都其实系有意思嘅，即系虽然可能个 concept 大家觉得好恐怖，因为其实我觉得。最恐怖不是我哋幻想出嚟有个影像，即系可能有啲鬼啊、鬼怪嘅嘢。其实我觉得最恐怖系有时系自己嘅心魔啦。咁当人即系被憎恨蒙蔽咗自己只眼，咁其实我觉得系往往可能人仲恐怖过鬼。咁所以就攞咗呢一个嘅 idea 啦，就写咗呢只歌。咁就系啦，就喺呢度出。即系呢度录音，咁跟住之后出街，咁我觉得好大感觉啊！今次攞翻呢只歌喺呢度，仲要做一个自弹自唱版。我之前系曾经试过做呢个自弹自唱喺商场度，系无啦啲声有啲古怪噶，所以摸名到嗰啲系啦，要帮我千祈要继续 run， 即系因为我拍 MV 嗰阵都有同导演讲过话啦。如果我真系突然之间有啲咩，你要继续要系 roll 镜，因为其实我觉得最好睇呢啲嘢，系咪？终于到了绝望，人死了便无谓再见，不必再次落泪，忘掉染污的嘴脸，着起红衣大灯尝试，从万尺坠落和人世间诀别，飞身扑向炼狱，阳间往事全部割断，一口怨气未绝，还未了恩恩怨怨，固执自持，是否不知你明目厉鬼不散，为了等报复一天。一生的无畏，夜里栖身于境愧，梦里追索业债，红着两眼要将一切摧毁，心中的恶鬼怨气阴身不灭，追逼每一位有愧，背后镜中重低半夜来电，笑一声为欣慰。三千世界路途，难超脱是仇恨懊恼。偏执到这地步，谁愿意细听哭诉？片刻也好，亦可倾吐。自杀夜，转身一秒，没发生过又多好。血染一身的无畏，夜里栖身于境愧。梦里追索业债，红着两眼要将一切摧毁，心中的恶鬼怨气阴身不灭，
追逼每一位有愧，背后镜中床底半夜门外有口气会心悸。遗憾这些故事谁在意，听说冤屈的血意着上一刻一于是就会释放恨意，蒙住两眼直至血流不止。悲哀的女子对于轻生一时终于有一丝悔意，这下这身红衣这下仇恨恶魔竟变天使。好想俾大家人间鬼肉。好啦，咁咧，其實我本來今年係都有啲計劃嘅，因為其實上年我哋出咗一首歌啦，叫《宿醉》。咁本身其實呢首歌係會連住一個漫畫，咁、那個漫畫咧就係同《教龍真太郎》，即係一個日本都幾出名嘅獵奇漫畫家啦，去合作做嘅。咁但係可惜今年就好多事發生啦。咁所以呢排咧都係比較專心。我哋就話一次過寫好曬成個故仔，因為其實就應該會出三次連載嘅個故仔，咁就大家開完會傾過，就話不如今年就大家唔使咁急啦，為咗趕嗰個連載嘅日期就推出嗰首歌，咁所以就會係明年咧先會逐步逐步推出嚟。咁但係今年咧教龍喺日本東京嗰邊，大家都險峻啦，都知道即係個環境，咁佢都係啊匿埋屋企自我隔離咁樣去做呢本漫畫，咁我就做歌，咁就其實都錄咗一首噶啦。咁啊，希望可以快啲出街見到大家啦。咁就其實計翻我好似上年前年係啦，前年就推出咗我自己嘅第二張嘅個人專輯啦。咁就呢首歌咧係入邊嘅一首主打歌嚟嘅。咁就其實首首都主打咁啦。但係我係出呢只碟嗰陣咧，就順便 launch 埋呢首歌，因為其實早幾年前啦，我都發生過一次意外啦，咁就都幾嚴重，同埋我都有少少擔心係繼唔繼續唱到歌。咁雖然好多人都覺得唱歌都唔睇樣啦嚇，講我咁講，咁就咁，但係因為我係個意外令到我咧冇咗好多牙，即係我前面嗰排牙係而家全部都係假嘅。咁就因為冇牙係，即係我好擔心係其實好難，即係除咗食嘢困難之外，其實唱歌都係都幾困難。同埋我而家做咗啲假嘅牙上去咧，都習慣咗一排咧，先至適應到。咁就錄呢首歌嗰陣，我就記得係進行緊呢個 process 嘅。咁監製 Kelly 都好擔心我，即係都好就住我。咁但係因為嗰陣咧，我太激進啦，個成個人咧個情緒，咁就即係有少少咧係有想自殘嘅感覺啊。因為即係可能個心情唔好，咁都話啊，你唔使就住我，我係好想錄好呢首歌，因為其實呢首歌都好代表到我嗰陣嘅心情啦，叫《美哉》。咁就即係我覺得，即係雖然我哋好追求，即係每一日去學習。去上堂令到自己的內在是越美好，但其實我覺得人都會是想追求自己外表是 越美好的，如果不是就不用化妝啊，不用做運動減肥那些。所以其實我覺得兩都要努力的，所以外表又重要，內在又重要，所以就寫了這首歌《美哉》送給大家。等三天能人
造，当骨落应来人造，好感度贫长度，脂肪密度同弧度，将胸部和臀部修整做浑圆肥皂，当科技能同步，浓鼻削骨亦该疲劳。削骨亦穿公路，要趁早。颜值平凡，秒速变紧，容貌除虚线脱掉隔音，标准配件各人变一变新，皮肉重造，期待转换。新的命由人定，不需让自然厘定，新骨肉能承认，都不及命能承认，公开地没人影，不甘示弱和平静，即使一刹泡影，泪射去奔，不要暂停，前路靠面用嘲照应，如发声对白人生，摇曳幻想，随便来举些扭曲与俯瞰，全部人都是病人，搜寻觅寻指引，颜值平凡，秒速变更，容貌除虚线脱掉隔音，标准配件各人变一变新，谁又还在期待转弯？就系咁啦，因为呢首歌其实系电子嘢嚟嘅本身，咁就。要我自己玩晒我自己全部歌咧，相当有难度。因为其实如果有听开我歌嘅朋友咧，系我谂除咗《流浪记》之后咧，首首都其实非常之好唔同啦。有啲有电子嘢啊，有啲又好有 brass 啊咁样。咁所以其实我都系有特别为今次咧就执咗一个咧piano version 咁。我覺得都需要，因為有時候都未必可以即係下下都帶 full band 啦，同埋都想挑戰一下自己啊，可唔可以按鋼琴嚟演繹曬即係一啲咁另類嘅歌，即係例如電子嘢，可唔可以用個鋼琴去 rearrange 咧？咁近排其實我都同 Jerry 咧做緊一啲 cover， 都想試一下一啲我哋諗住即係我哋。認為個 arrangement 一定係咁啦，咁我哋都嘗試緊，有冇可以轉一轉 arrangement 有唔同感覺咧？將啲舊歌送俾大家咁樣，咁大家咧可以咧follow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啦，咁就係啦。呢排我哋都陸續都忙緊出呢啲 cover 片俾大家嘅，咁就之後落嚟咧嗰首歌，唉，好悶。其實我覺得我自己一個人咧，跟住前面其實好多人。喺度按緊 panel， 咁佢哋都辛苦佢哋啦，做咗全日啦，咁就係啦，大家好都好俾心機到做好今日成個 festival 啦，咁我就好少可係自己一個人咁，所以其實呢首歌咧我都係係有 rap 嘅呢首歌，咁就其實今日嘅 MC 係兩個都 rap 得下嘅唔同風格嘅 rap。系啦，咁就我系好欢迎大家乱入嘅。你乱入我就加翻段 rap 俾你。系啦，咁呢首歌就系谂住就系呢本漫，即系我嚟紧会推出嗰本漫音乐漫画嘅 intro 嘅一首歌嚟嘅，叫《宿醉》。咁就系啊，我自己好中意，同埋揾咗有个日本 rapper 咧去做 featuring 嘅。咁就今日日本 rapper 唔喺度，系啦，都系远在东京，咁所以咧就欢迎两位 MC 一个唔知行咗去边，系啦，咁就欢迎你乱入，系啦。嚟噶啦，thank you。
去，沉下去，灵魂已逐步离魂断，日近近，沉下去，没有注释指引，步将不必铺图，谁堕落见闻，时间溶解了一生的脉搏，每秒减少，留守长道里宿醉，自动感快掉，干杯连同千口抑或注满杯里，都映着年已浮现过谁，喝不醉近焦虑，让幻觉埋没恐惧，把经历浓缩一杯着意识粉碎，多少余情感随便榨取，容许我只觉能忍耐，力与止水酒杯中一直麻醉，时间溶解了，走入手长手更深，饮完之后眼泪流，留守长道里宿醉，自动感快掉，干杯连同千口抑或注满杯里，都映着年已浮现过谁，喝不醉近焦虑，让幻觉埋没恐惧，把经历浓缩一杯着意识粉碎，多少余情感随便榨取，容许我只觉能忍耐，力与止水酒杯中一直麻醉，末世报告一对，这一开心添苦累，全场在座每对，酒吧街内各取所需，愉快太快怎醉，醉不到无根据，我只想凋零尽碎，把多余情感通通封印进杯里，不需谈完一水苦过水，你失句我失醉，神魂有无限恐惧，把经历浓缩一杯着意识粉碎，那小余情感随便榨取，容许我只觉能忍耐，力与止水酒杯中一直麻醉，究竟我啱啱 rap 得好唔好？我听唔到，其实唔系好细声。头先因为我哋系啊戴耳蒙，各位 music hop 嘅观众其实听唔听到？我觉得大家都听到。定还是瞄咗头先个 band？ 我瞄咗你。我怀疑啱啱咧，跟住你就系咁喐咯，你唔知要做乜。啱啱我收到有啲观众同我讲咧，话我亲吻镜头咯。吓有咩？因为我同个镜头有个零距离嘅接触啊，啱啱。哦、其实啱啱我系好惊嘅，因为我惊我一夜嗰阵一声 high 烂个镜头，我赔尾啊！同埋头先个个都见到全部都僵眼实 freeze 晒，因为好认真喺度做紧自己讲嘢，得你一个好跳跃咁样走嚟走去，即系一句啊啊啊！但系其实因为我咧戴住 ear mon 咧，系我听唔到出边发生咩事，我净系听到自己同个琴咯。
咁你就好啦，因為你聽唔到有啲魔音。我唔係，我淨係聽到有個人喺度噏噏下，但係我就因為好細聲，係啊，係啊，我依家 mon 好細聲。太好啦，我驚你今晚翻到去睇翻個。唔係，可能你出到去 live 係冚曬把聲，即係好似人哋講錯嘟嘟嘟嘟嘟咁樣咯，可能。其实啱啱点解我讲话好惊佢扫烂嗰啲镜头咧？因为如果扫烂镜头，我谂紧我要摆啲咩上 Music Hotpot 嗰度买先可以填翻条数啊？应该唔得噶，因为今日非常之制作认真，我见到几部 cam， 哇，仲劲我拍 MV， 我觉得啊，苹果劲过平时我拍嗰啲节目，因为我平时拍嗰啲节目咧 ，Hi IG 嘅朋友讲声 Hi 先。哦 ，IG 喺度 ，IG 嘅朋友。系啦，系啦，平時我拍嗰啲節目都係一部手機咁樣去拍曬，但係 Music Hotpot 無論係一個 app 啊，定係今日嘅製作上面都非常之認真嘅。係啊，我第一次做呢 live 係要戴 ear mon 咯。嗯，同埋有幾個鏡頭不斷咁樣。係啊，同埋我係琴日先，我尋晚先知，跟住因為叫我記得戴 ear mon， 跟住我嚇有得聽耳仔咁勁咁樣咯。有得聽耳仔咁樣算唔聽耳仔？唔係嗰個 ear mon 係有得聽咁勁咁樣。但啱啱我就話唔知道有咩可以買到擺上去 Music Hotpot 呢個 app 嗰度買咧。但如果迪子你要擺嘢上去買，你會除咗音樂之外啊，唔準你買音樂，你會買啲咩？買我同嘉龍、真太龍、Crossover 嘅產品咯，係咯。嗯，但係除咗呢啲係嘛？會唔會加啲 condition 落去咧？即係譬如你要做到我第一個買我只歌嘅人，先可以用一個優惠價8888.8先可以買到。不会咯我想啊，即是如果你说不买我自己本身卖紧的 product 的话，可能卖那些呢，我真的很想呢买，如果买到的话，买一些抹完汗的纸巾啊，是吧？卖得出的我真的。即我你身不是我，咦，我有一嚿，大家要不要？喝完那杯嘢啊，即如果呢是当然有人买的话，我会想买那些。即是为什么唔知咁細細個睇電影係，即係有好多人追星係追到咁樣噶嘛？嗰啲好似女神抹完眼淚抹完。同埋睇 concert， 我記得我自己都有嘅，即係睇啲 band 嗰啲係嗰啲即係日本嗰啲 band 咧，係啦，抹完汗咗個毛巾係 souvenir 嚟嘅，跟住就一掉落台係好多人爭住去搶。嗰啲好唔公平啊！我永遠坐山頂位，永遠都冇可能執到。唔係，但係其實嗰下我見到好多人執完，跟住好似攞嚟聞咁樣啊！但其實咧，係嗰個嚟講，其實我係抹完啲汗咯。所以我咪飾演台下邊嗰啲觀眾執到，哇！我覺得好奇異嘅，所以我自己都想試一下。咁又係你平時你上次上個禮拜一嗰日，你都話你好中意做啲奇異嘅嘢啊嘛。咁我就覺得，如果 Music Hotpot 接嗰陣咪仲奇異係嘛？OK， 我依家我接你嘅對話，我奇唔奇異？唔知道。OK。嗱，啱啱點解咁講咧？因為如果 Music Hotpot 呢個 campaign 咧，可以帶我哋去唔同嘅地方嗰度表演啦。咁迪子你係想去啲咩奇怪嘅地方嗰度表演？即係譬如嗰啲阿富汗啊、阿非拉國家啊嗰啲啊。我想真係阿富汗啊！嗯，諗唔到啊！突然之間，即係俾我拋窒咗，即係去嗰啲咩刻意新機啊？唔係啊，我覺得最緊要係我諗去啲熱帶啲嘅地方，因為嗰度啲人比較熱情，同埋嗰啲人好中意音樂噶嘛。即係你唱咩咧，都會圍埋你聽噶。咩啊？熱帶真係熱情。係啊。係嘅，其實係啊，熱帶啲地方係熱情啲嘅，我覺得。同埋佢哋係咩音樂都跳到舞噶嘛，好勁噶嘛。我以前試過喺商場度唱咧，即係都係好似今日咁 piano version， 咁好難，即係跳唔到啊嘛，其實。但我見過係即係有啲星期日咧，有啲姐姐跟住喺度跳舞咯，咁樣都跳到咯。但係香港其實有個文化就係即係聽歌嘅朋友。即雖然他的心裏面可能很有趣 的熱血啊、熱情在，但他實際上都是他的內心跳動緊嘅，即係佢心臟跳動緊，心臟係跳動啊！唔係，但係迪子，你諗住即如果經過 Music Hotpot 可以俾一個功能你，就係令到啲觀眾熱情啲，咁你會用咩方法令到佢哋熱情啲咧？令到啲咩方法熱情啲啊？係啦。我唔知道、有啲咩方法可以令觀眾熱情啲啊？因為我睇唔到你熱情噶啦，隔住個 mon。隔住個 mon 可以聞到香味嘅。佢哋係最多係咁瘋狂俾 like 嘅啫，係嘛？嗯。係啦，咁我就會係，
咁大家記得撳多啲 like 同埋記得 follow 我哋。你估依家有有多啲 like 定係多啲嬲？啱啱咁樣做完呢個，我覺得多啲心心咯。你繼續貫徹最多心心啦，係咪？心心係時候要俾心心啦，係啦，俾完心心之後咧，我哋係時候亦都要了解阿迪子。你話中意做奇怪嘢啊嘛，咁跟住落嚟，其實你話呢一 plug 縮最其實係 second plug 嚟噶嘛。First part 嚟嘅，即係成個係啦。其實係個故事，係個 project 嘅開頭。Intro 係啊。係啦，咁跟住落嚟第二集，咁你就諗住想寫啲咩咧？我其實我哋諗好曬啦，但係就梗係唔講得住啦，買個瓜子先。買個瓜子好。係啦。唔係，其實咁你又啱嘅，因為上次其實你都同話已經同 Jerry 佢哋已經夾好曬，同埋阿玲佢哋都夾好曬，係一隻國語歌嚟噶嘛？哦，係啊 ，Jerry 就負責監我國語咯，因為其實我身邊咧，我發現即係冇乜啲好正統學過國語嘅人，就除咗佢，係啊，除咗 Jerry 咁就所以揾咗佢嚟幫手，就聽一聽我啲國語有冇錯唱錯。咁其實第一首歌已經係錄好咗噶啦，係啦。咁會唔會？在第三首歌的時候會嘗試不同的語言，因為我見迪子你都有去泰國啊、韓國啊，又或者日本啊，去玩這個綁綁。其實接下來是國語，還有會有些英文咯。暫時應該是極限來的，因為其實錄音呢，錄其他語言很難錄，因為你要真的唱得好，都要挺清楚。因為真的聽得很清楚，所以其實對我來說已經很難了，錄國語暫時挑戰不到其他語言，還有我怕找不到有個人來監，即譬如我錄日文，可能我找不到有個人是即係啦，識聽嘅，即係又或者泰文冇。同埋阿玲唔會識填咯，同埋我就係俾佢鬧死佢。佢填宿醉，即係揾佢填宿醉，因為佢唔飲酒嘅，跟住揾佢填宿醉啦。跟住佢唔識講國語嘅，佢為咗我即係填國語，佢就走去學咯，即係自己自學咁樣咯。同埋佢會睇台灣人通常係用啲咩即係咩方法去講嘢嘅，咁佢學埋。是啊，好辛苦啊！同我合作，泰文嘅話，我諗佢話我唔做啦，我要係啊，佢應該唔會填咯。我揾 MC 拆差，但我都唔識，我都唔識啦。嗰啲省話夾半夾夾半夾咁樣咯，成首歌都係。唔係，但係今日其實好，我自己覺得好安全嘅，覺得因為禮拜一嗰日咧，迪子話要嗱第一要綁我啦，第二要滴我啦。佢唔記得咗啊！ Yeah! 是啊，掛住，因為今天要準備很多東西，自己我未試過自己自彈自唱曬半個鐘而一首 cover 歌都冇，仲要入面有些歌是本身是電子，是電子，是電子嘢嚟嘅，咁就所以都的確我即係課嚟講都幾辛苦，即係平時因為有對 band 噶嘛，係啊，但係即使呢座山有幾高有幾辛苦都好，你都爬過咗。是当一个挑战，即是每天都找些挑战给自己，变态姐姐嘛。如果每天都要你这样做，你会不会顶不上？不会啊，我觉得好玩，还有时间会过得很快，我觉得。咁闷，即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去到最后，如果我硬要加入你，乱入你的作品里面做 featuring， 你会不会放上这个 Music Hot Pot 那里兜售？不会咯，我怕没人买。情人预约很好奇，答案大概似睇刀锋利，所以今天我哋都要，唉，我回去练一练 rap 先。